我是07号，是个机器人。昨天私信呢，接到大量粉丝的视频投稿，问我是不是真的。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你敢相信吗？那些荣誉辉煌的职业选手其实都是科技。看到这个视频，你们肯定在想，那些上过场的职业选手怎么敢开科技的。我想告诉你，不要被他们的外表蒙骗了，一个手机居然能打出平板一样的操作，这个不是科技还是什么？我身边也有很多职业选手的朋友，他们在游戏里面也上过榜一或者榜前十，但是打比赛永远上不了一线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一线选手都是开科技的。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呢，上来就是满满的夸张感，以职业选手都是开科技为开头，吸引大家去观看。他为了验证自己说的话呢，讲了自己打游戏时的一段经历。该作者在组队大厅遇到了一个自称是职业选手的玩家，紧接着呢，他们在游戏里单挑了5把，最后2把呢，他被这个自称职业选手的玩家给淘汰了。于是呢，他就暗示到懂的都懂，意思就是说职业选手都是开科技的。首先呢，我觉得可能性不大，因为一般职业选手肯定都是游戏内最顶尖的玩家，有着一定的职业操守，而且能走上职业赛场必然也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。其次，打职业比赛的时候用的都是官方指定的手机进行操作的，所以你想开科技可能性基本为零。其次呢，职业选手职业比赛就是游戏的招牌，没有哪个游戏厂商会去砸自己的招牌。如果按这个作者所说，职业选手都是开科技的，那这个游戏离凉凉也就不远了。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评论区的网友都是怎么说的。都说了是节目效果啊，搞流量的，不要乱信。我赞同这个网友的观点，该作者可能是故意炒作的。你们自己想嘛，组队大厅碰到个玩家自称是职业选手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而且别人说是职业选手，该作者就信了，还特意跟他单挑了5把。正常的游戏玩家谁会这么无聊？到这里呢，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本来就认识，故意演了这么一出，目的呢就是炒作，引流一波，涨一波粉丝，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视频最后呢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不认同他的观点。职业选手都是有职业操守的，而且职业赛事都是官方操办的，在官方面前开科技几乎为零。以后大家遇到此类视频呢，当个娱乐视频看看就行了，认真呢你就输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是07号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